可爱又肉嘟嘟的土拨鼠让人忍不住伸手想摸。国外有一名网友到野生动物园想要体验喂食土拨鼠，看到它们圆滚滚的模样忍不住想要摸，但是土拨鼠却立刻躲开，全程都是抗拒的表情跟动作，可爱又好笑。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，我是王义仲，我们再会。